近代革命剧《阿纳尔汗》是迪丽热巴的第一部作品，十八岁还是上海戏剧学院大一新生的迪丽热巴就成为了剧中的第一女主角阿纳尔汗。刚进剧组，他们就与泥水来了一次亲密接触。当时已经比较冷了，就是差不多都九月份的时候拍的那场戏，就我们都会抖，就拍完就立马披毛毯。还有一些可能我们不太会关注到的一些疾病的一些人群吧，一些弱势的群体，因为那个冰桶挑战不就是对渐冻症病人的吗？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如果没有这种挑战或者这类的影视剧作品让大家知道的话，可能我们这辈子都不知道会有这样的病啊之类的。这个人啊就是这样，喜欢一个人根本就藏不住。男神是谁？莱昂纳多。最迫给你一天，你最想尝试谁的生活？莱昂纳多的生活。莱昂纳多，你哇，这是国际级的男神呢。我是小鲜肉。跟那个李易峰，你觉得是他帅还是你帅？哇。我的天哪，三天都没人，也没来电话。不会是我的气的吧？我怎么可能是你的气啊，文文？你不要这样了，不要生气了。没有生的气，文文来气气。我们一起唱，摇摆起来，摇摆摇摆，来跳起来，跳起来，啊，摇摆。吃，环游世界吃，全剧都在吃。记得有一场戏是我们在一家料理店，那天我是真的饿呀，然后我吃了三碗面。吃真的让人这么快乐吗？嗯呢。大家好，谢谢，那我开始喽。现场的小伙伴也应该已经听到了我非常洪亮的歌声啊！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